二三十年的老你老好衣裳那些都舍不得了，还有你那啥子西装你那哈儿嘞，老丢我了喽。当我的以前的大西皮。这真多大，看你咋子脱。大块咋子钱挣都出来了，这。啊。这衣裳裤我给你找六块钱洗个澡，全身就是灰。哎呀，这钱怎么就这样？咋块好不红啊？那还没给你凑得完，还有。这算我挣这六，挣点啥子凑？老弄爱烧我也不想弄，太热了。就弄两个瓦来先洗呗。我吹下风扇就进了嘛。这就只这点面粉的嘛，这得弄得到几个。啊，面一头加点盐，再用温水和面，再把它搅成面絮，这样就可以放肉手抓。包里吹。来喽。把包血馍给我拿过来。包血馍。把葱丝采出来。你说了挖嘛？你说葱丝呢？弄个葱油边，弄个咸的，这一包差不多了噻。这都嘛要的呀。昨天你小女儿听到那哥哥跟那姐姐两个说要去学游泳，打你了小女儿硬是那也非得要去。小女儿就学嘛，等她就学噻。那今天在哪儿？你都有时间去学嘛？又要跳舞。好了，热光滑就要得了。好，再用这个保鲜膜盖的，放半小时。咦、哎，我前一下我身体咋没停的？杨家庄。你喊我跟你问一下就了嘛，这儿的咯，在柴锅头咯，锅大点儿，碗头准备点干面粉，烫点油酥，花椒面，芝麻，锅烧辣呀，倒入菜籽油，主要淋在这个面粉高，再把这个面粉把它调转就行了。再准备点葱花儿。我给烧去了吗？不慌，烧完我还没弄擀面，菜盆高头刷点油，那面团那才不得生在这高头。这洗了半个小时的面，彻底出来。直接把它搓成长条就是，把它切成差不多大小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把这面团摊平过后，就抹点油酥，再把这葱花撒在高头，再把这面皮卷起来，把这个抹油酥的把它放在盘子头，等一下落了下来再擀。从这最前面做那个拿起走，再把它擀一下，擀成那种牛舌状。我就把它烧起咯，要得烧起嘛。看你整个葱油饼，用那个手一抓起。好，锅头加点油，试一下看这第一个饼咋子样子。这饼的面上刷层油，火候很重要哈，你不要给我烧大来飘糊啊呀。这个火也不能大呀，也不能烧细呀，可以是考验我的手艺哦。重啊，怎么才凸显得出你来你有多重要啊？你煮饭点火烧火。你怎么知道吃嘛？生的。你看，没糊嘛。说明我手那火候掌握的好噻。那些外面那些那些鱼的，煮面食才香，应该去学两招。可惜我们四川那不以面食为主。不要跟我两个顺嘴过去的。我跟你两个吹。我的思路，哎呀。第一个要得了，保定婶，你看颜色多好看。我尝尝这个好不好吃？不好吃我就不烧了。要是开盘火腿肠二楼回锅肉在中间，那叫啥肉夹馍是吧？你身上恁多根儿，你别夹根芝麻在头火腿一下，我还吃那火腿肠的。那个要得了，你看嘛。哎呦！这下我就没弄菜喽。我这个焦酥酥的夹了嘎。是包的盖儿就差不多。里头再包一块干儿了，就跟那个外头卖的那个肉夹馍一样了。嗯。要得，下次我给你整好，加点儿干儿进去哈。要得。这个一样的吃得饱的。晚上早点拿个干儿出来了，中午都吃一天的话，你就去喝一圈儿。这包也好撇嘛，以前我们那块香吃都吃不到。你看我看的，去城里城里去。我有手的干儿，能介绍哪个看？要我跟你说，这个洗得死得起块块儿。最便宜的是好多块，就没得干儿香。这大的是多少次？今天视频拍完了，希望我视频给关注、点个赞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